等等，口罩戴太久，是不是忘记留意自己的口气清新了？我有法宝哦，口腔清新剂，只要喷一下，任何距离都不用担心。难得出游开心野餐，没办法随时洗手，难道真的要妥协？脏污和细菌当然不能妥协啊！干洗手凝露可以立即清洁，净化双手，孩子怎么抓我都不担心。每次孩子都吃得乱七八糟，像经历过一场战争一样。所以我随身都会携带抗菌洁肤湿巾，轻松一擦，立刻清洁溜溜。回到家第一件事要做什么？马上洗手，把外界的脏污通通去除。那吃完晚餐，刷牙时刻登场，福洁牙膏和新一代全户型牙刷，让我们一家拥有健康的牙齿和清新的好口气。后疫情时代，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做起卫生好习惯，达到点滴不漏的居家防护。安利安心防护包全新登场。